Hello, what's up, everybody?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你们爱探房地 local foodie 饼文，或者大家可以叫我的 nickname 大饼。然后呢，今天的话就跟着我的镜头一块儿去耳湾的花果山 Orchard Hills 的 Groves 社区一块儿探一套房吧。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get started.天啊，大家，我刚进去用了一下洗手间，这边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公司的正门了 ，Keller Williams Irvine Realty。啊，今天真是非常非常热，大家一定得要注意防暑。我刚看一下天气预报是37度，然后的话，李斐哥他也说，就是说 Irvine 从来有史以来没有那么热过。啊，所以真的是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就无论渴不渴都得喝水 ，Stay hydrated。啊，我们下一站花果山见。大家好，然后我现在就正式到这个76 English Saddle Irvine 对，然后的话就是这间了。门口的话，刚我也拍是我们团队的 Alex 齐，他代理出售的。对，然后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我们进去看一下吧。就是这间了，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团队的另外一位同事 Alex 了。Hello。这套房的一个总占地面积呢是3500，然后室内占地面积的话是2500。现在我们有客人在里面看房了，所以我就讲话小声。这个房的话，它其实是四房三浴，然后的话楼下的话这边有一个卧室，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卧室的话旁边是带有一个厕所的，然后待会儿我们上楼看一下楼上的三间卧室。然后的话有一间的话也是佩戴厕所，然后另外两间的话是共享一个卫生间。对，所以我们现在就上楼看一下。这个的话是一楼，再给大家简单的过一下。然后那边那扇门进去的话就车库了。这个是两个车位的车库。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客厅，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后院了。行，现在我们就上楼看一下。先给大家简单的过一遍，这个的话就是我刚刚说那个卧室是佩戴有厕所的浴室。其实我觉得这个卧室还是非常有特色的，因为呢它从这边进来，它有一个延展式的就进去到这里面，就我觉得私密性方面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像我刚刚提到这个的话是主卧因为是四个里面最大的。然后的话现在我们过来这边看一下另外两个卧室。其实我觉得这一套的话就非常相似我们就是说之前上市的一套位于123 Loxong Irvine， 也是这个花果山的 Groves 社区里面的。它就大家看这个房子这个结构呢，它就很多这种，就它不是一眼你望过去就可以看到各个卧室。就如果大家的话有看过我之前那个视频阿凯迪亚的那一套平层190万的，它的感觉跟这套就不一样。因为这套的话就相当于就是说它分得非常清楚，这边的话是客厅，然后卧室，然后卧室在卧室它从这边有一个延展型的这样子走进来。我个人的话是非常喜欢这种结构的。这个的话是另外一个卧室，这边的话衣柜，但是的话像我刚刚所提到的这边这两个卧室呢它相当于小一些，不过其实空间的话也是非常的大了都有一个 closet 配在这儿，但是就唯一的一点就是说这个厕所是共用的。这个是 laundry room 洗衣服烘干。
我觉得这个吊顶，我真的是觉得他们做的非常好，非常不错。其实我觉得像耳湾这边房，相比于阿凯迪亚那边的，就一个风格更 modern，更就比较简约型，但是它又非常的好看，非常的耐看，棱角非常的清晰，结构的话也是分得非常的鲜明。这个主卧室呢，还有一点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大家在这边睡醒就拉开窗帘看，就山的话就是在那边了，花果山。其实呢，Watcher Hills 它是我觉得真的是中国人翻译的非常的好，就非常的有特色，非常的有创新。Watcher Hills 它是果树的意思，Hills 就山的意思，但翻译成花果山呢，就不禁让人想起《西游记》，就更产。给这个花果山社区添加了一丝梦幻的传奇的一种色彩，一种小调调。现在刚刚已经基本给大家过了一遍，就是这间房的一个基本结构。待会儿我们再细细的解剖一些，就关于这间房的一些亮点。现在的话，我在2楼的客厅，正对着这个出风口，非常凉快啊。然后的话，今天的话，像我刚刚提到的，在我们公司，今天耳湾的温度是37度。换算成华氏度的话，就差不多100度了吧，99度，98.7，所以说外面的话非常热，但其实室内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凉快。我觉得跟耳湾这个地理位置的话是有非常紧密相连的，因为像耳湾的话，它旁边有 Newport Beach 啊，有 Lake Forest 啊，有 Huntington Beach 啊，Laguna Beach，我觉得这些海滩的话，对耳湾这个城市都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因为它起到了一个就是说气候调节的一个作用。现在的话，决定换一个背景，再跟大家谈一下关于南加州的一个房市。现在的话，我在的是这个房间2楼的主卧大家看到这个非常庞大的浴室就可以知道了对，然后的话，像最近的话，我们观察到耳湾这个房市，其实总的来说吧，南加州的一个房市都有一个放慢的一个迹象虽然说它主要呢还是更倾向于卖家。但其实的话，现在市场的话出现了，就是说有利于买家的一个迹象，所以说大家现在的话，如果去看房呀，就是说会多了一些机会和空间，大家可以跟卖家就是说商谈一下价格，有一些更多的一些谈判的余地。像我们现在的话，就跟大家大概对比一下，就是说很多来这边看这间房的客人呢，其实他们都是有打算，就是说把他们在 reserve 那边的房置换成这一套，因为呢，像现在这个价位的房是说20头在Watcher Hills 的 Grove 社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rare，非常非常的罕见然后的话，像250多万的这个预算呢，在 reserve 那边的话，你就说只能买到就是说 condo。像我们团队说李伟哥，他最近签下了一套，真的就是200万到300万区间的这个价位，他们只能找到，就是说像 condo，但是的话，这边的话是完全的一个 single family residence，对，所以大家如果横向对比一下，大家觉得哪个更划算呢？像1楼这个挑高呢，是从地板到天花板的话是11 feet，11尺，所以我觉得像这边的话也算是比较高的了。整个结构的话，就像我说的，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部分之一。这个的话，在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后院是这样子。这边的话，大家现在可能看的不是非常明显，但是走在这边的话，晚上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耳湾整个的城市风景景观，也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其实我觉得这个房子它位于这个位置的话，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就它，因为可以看到这个景，然后它出入的话也是比较方便，然后那边的话就觉得好像就是说可能有一，不过也要看客人的喜好，有些人可能就是说不喜欢就。两边都被夹着的，然后这个户型的话，虽然说这边还有一间，但是的话，它相对于就觉得好像没有被两边夹着一个感觉。对，这个房子的外观呢就是这样子了，我非常喜欢就是这个墙的一个设计。这边呢是这样子的，刚我是 Sleeve，我这边，
这边这个区域呢，其实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说大家如果出来这边 hiking 啊或者什么类型的散散步呀、啊、什么的，就绕了整个圈，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舒服。这边对应的就是山了，我们现在回去吧。之前呢有一位客人，他说他特别喜欢，就是说这个 doorstep 的一个设计，这个就是说门的一个台阶的一个设计。就眨眼一看，说他还有一些就是三环 Capistrano 那边房的一些特色。像花果山 Orchard Hills 的这个 The Groves 社区呢，它其实整个社区还是属于啊花果山开发的第二期，然后第一期的话是就是那个不带门禁的，在第三期的 Reserve 对面的那个的话是第一期，然后第二期的话就这个 The Groves， 然后第三期的话就 The Reserve， 然后现在的话还有第四期正在开发过程当中啊，具体什么名字的话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的话是往就是 Eastwood 那边的啊，非常的期待。现在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后院啊，就是长这个样。我走到就是说这个后院的最这边的这一端啊，这样子的话大家可以更能看得出这个后院的一个结构，一个就轮廓。这个后院的话其实说实话啊，对于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在啊 Orchard Hills 啊 The Groves 社区的话已经算是非常大面积的一个啊一个后院了。啊，这个小石路这边的话另外一扇门，从正门这边走进来的话，这个的话就是一楼的唯一一个卧室，然后的话楼上的话还有三个卧室，这个的话是啊第二大的卧室，楼上刚我们看到那个就我在里面分享一些信息的那个的话是第一大的。对，这个的话就是厨房，然后厨房对过来旁边这边呢，这扇门开出去就是一个 garage， 是一个两车位的一个 garage。这边呢就是一个 pantry 了。行，那现在的话我又回到二楼了，我再进去每一个卧室给大家再详细的看一下一个结构。刚刚呢我们就说讲了挺多关于这边这个主卧的，现在呢我们把注意力转到这边的两个卧室吧。 Let's go。 这边的这个卧室我先从这边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就是基本的一个结构，这边有一扇窗，这边也有一扇窗。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卧室的话它其实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呢，就是大家从这边，刚刚我有在前面那个片段提到，其实你从这边的话也可以大概看到一个城市的一个 city view， 一个城市的一个景观。closet， 这 closet 的话其实啊也挺大的，能装进挺多东西。这个的话是另外一个卧室了。这边这个卧室呢就是它对着往下看就是这个后院了，可以看到后院的一些花花草草。其实这边这个后院呢大家可以就是说可以重新就是说整一下，可以种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较喜欢的花花草草。然后早上的话在这边醒来一打开窗一往下看，大家懂的，就是非常怎么形容呢，就突然想不出一个形容词了，但是就是非常赏心悦目。这边出来像我刚刚也有提到的，就是这两个卧室呢他们是共享一个卫生间，就这边这个卫生间，然后对着呢就是 laundry room， 就一个烘干和洗衣的一个地方现在呢我们再详细的走进这个就这个洗手间给大家看一下。我真的是很喜欢这个洗手间的这个设计。其实呢我觉得像尔湾这边这个房的一些设计呢其实还是比较，它有一个
就有一个调性，他们是跟随着那个调性的，因为跟阿卡迪亚其实很多房的给人的一个 vibe 一个感觉氛围感是不太一样的。 Hello, what's up everybody? 对，然后往这边，这边呢就是这个浴室。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想提到，就这间房的话是2017年的时候建的，然后的话，前几个月前吧，就地板，其实原来的话，二楼的话它是地毯的，然后只有一楼是木地板，那现在的话，二楼的话，它全部的都已经更换成这个木地板了。其实呢，我发现现在很多客人吧，他们都会更加相对于毛毯来说，他们更加喜欢木地板，因为就觉得可能就是说清理方面啊什么的都更方便，所以现在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一些耳湾这边一些房，他们当初的时候的话是毛毯，但他们现在都把它就更改为，在他们出售前都更改为这个木地板在出售。在这个楼梯上来呢，这边呢它是有一个窗口窗户在这边，然后现在呢就是我想从这边这个角度给大家看一下二楼的一个结构，就从这边到这边的一个结构。这个就是这个浴室。行，我们现在的话就下去了。这个房目前一个列价呢是259.5万。像这个社区的话1000多尺，2500，像这间房2500尺的一个室内占地面积，其实在这个区的话是非常少的。因为像隔壁的一些房都没有在市场上面出售。1000多每尺的一个均价是非常划算。像刚刚我在前面也有大概的就简单的有提到过，多了一些空间多了一些余地，大家可以跟卖家就是商讨一下价格。像high mortgage rate 然后的话，其实我比较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 inventory 房源的一个增多，在市场上面的就是停留时间比较长，所以导致了现在就是说多了一些就是说可以商量价格的一些余地和空间一些机会。所以大家来看房的时候，就说合适的时间就和就是卖家就是商量一下价格。客厅，现在正式离开了，我们就正式离开。回来公司这边上了一个厕所但是这期视频的话就到此结束了我是丙文，大家可以叫我大丙。然后的话，未来如果就说有房地产这方面需要帮忙的朋友们或者就说有买房卖房的一些就是相关内容的想咨询的朋友们也欢迎联系我我们下期见，拜拜 ，see you guys in the next one。